好，那个高老师，你们进来了吗？现在有人进来了吗？有人能够看到我和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吗？我这边显示一切是正常的。啊，能够看到是吧？谢谢这个刘星老师的反馈啊。声音怎么样？大家听我这个声音可以吗？就是声音的大小呀、清晰度呀，有没有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这边的直播的界面显示的都是正常的。我们测试两三分钟啊，听一听大家的反馈。可以啊，挺好，挺好。好，既然这个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也可以清晰的听到，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课程。首先呢，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封面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研讨吧，专题的研讨。我看了一下这个课程呢，总共有63位老师来参加，大家以前呢，五分之三的人或者1/3的人，听过我讲课，所以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很熟悉了，我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相信呢，大家在过去的2年或者3年当中，跟随着封面这个平台。基本上已经打下了摄影史和艺术史的基础的框架，已经打下了这个框架。我和吴义强博士，也已在以往给大家开过很多课程，我相信很多老师都参与过。其实呢，以前开的所有的课程，它都是一个通识类的课程。就是把艺术史从古代讲到今天，从古埃及就是一讲艺术史讲个3000年5000年，讲摄影史呢，也是从摄影的发明讲到现在的数码摄影。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的课程基本上都是一些通识课，就相当于中国通史一样。那么，这个其实经过这么2年的铺垫，经过大家课下自我的学习之后呢，我们以后的课程呢，专门在这个艺术史或者说在这个摄影史的通识里面，我们找一个专题，相当于写论文一样，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它，这样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通史的课程呢，大家都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了。然后我呢也正好这个，也不太愿意再去讲一遍又一遍的通史了，反而是这种彩色摄影呀，或者说当代摄影呀，或者说是这个当代艺术呀，这种专题类的这个课程，其实要更有趣一些，更有趣一样，这样才算是进步嘛，对吧？这样才算是进步。那么我们就会花4天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彩色摄影，跟大家聊聊这个彩色摄影。那么，彩色摄影大家都知道，有3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对吧？有3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这个威廉·埃格莱斯顿。有这个史蒂芬·肖尔，有这个马丁·帕尔，对吧？大家经常在作为摄影的爱好者、摄影师和创作者，大家经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或深或浅的印象。但是可能很少有机会，大家一起把这3个彩色摄影的奠基人，或者说这3个彩色摄影大师，
放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放在艺术史和摄影史的背景当中，来了解他们的这个突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摄影为什么在这个七八九这30年里面，尤其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20年里面，登上了这个艺术的宝座，或者说，我们要去搞清楚，对吧？这个彩色摄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因为什么，那么进入到了艺术摄影的这个舞台的。我们后面的3天会挨个挨个的讲，但是我们今天呢，可以把视野放得更高一点。今天把这个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我们来讨论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我们也讨论一些这个，我们去如何看待摄影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这种争论它是怎么起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来思考这样的争论，对吧？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摄影。它到底是，无论是纪实摄影啊，甚至我们都可以把范畴说得小一点，对吧？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那么商业摄影，肯定是商业摄影、时尚摄影，好像是没什么好说的，那肯定是彩色为主，对吧？但是即便如此。有些老师心里面还会觉得，那如果是纪实摄影的话，那一定还是黑白是正宗的。大家拍纪实摄影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专题摄影、纪实摄影、图片故事，还是会心里面隐隐约约的觉得，用黑白好像更符合这个传统脉络一些。可能更像纪实摄影一些，对吧？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种忧虑，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种心理，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这种有一点点难以克服的这种类似于心理负担一样的东西。它究竟来自于哪里？那么，摄影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或者进一步说，纪实摄影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那就是关于艺术的思考，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艺术。我们也很想去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对吧？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特别特别想知道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心理、这种思维方式，其实特别的固执，非常难以摆脱。我们今天就来去从艺术史的大范畴里面。来看一看，在艺术史上，关于艺术，或者说绘画应该怎么样，有哪些争论？那么最后这些争论又是怎么解决的？那么这种艺术史上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摄影史上的争论，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当然，在展开这个背景、展开这些争论之前呢，我们还是简单的梳理一下啊，非常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彩色摄影的这个历史。大家都看过了艺术史或者说摄影史，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快的把它过去。而且大卫前2天放出了一个20分钟的试听课，那个20分钟的试听课呢。基本上也大家估计也听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彩色摄影
进入到艺术领域之前的一些情况，很快的过去啊。首先，对吧？大家知道，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是一个法国人，名字叫做达盖尔，对吧？那么他发明了摄影术，达盖尔的隐瞒法，这个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那达盖尔的摄影术呢？那当然是黑白的，虽然它的影调极其的细腻，但是它就是黑白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便从摄影刚刚诞生的最开始，就有人挖空心思的想让摄影拥有色彩。在最开始，在摄影刚刚发明的时候，就有人做出了这种努力，有人拥有这种愿望，让摄影变得有色彩。那么，当然，当时的办法比较笨，比较耗时耗力。那么，就是这种用颜料给达盖尔的照片手工上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当时的一些颜料。那么最后取得的效果是这样的，对吧？最后取得的效果是这样的。今天看来呢，这种照片也非常的有意思，对吧？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到了这个19世纪后半期，有了淡白印象。那么淡白的照片呢，也是黑白的。那么如果你想让淡白照片拥有色彩，还是只能手工上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些19世纪后半期的手工上色的淡白照片，对吧？这也是淡白照片手工上色的。那么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都是用手工来上色呢？因为如果摄影想实现这种技术上的彩色的突破，那么它这个工艺就相对的非常的复杂。那么彩色摄影的原理，大家的初中的知识，甚至说小学的知识可能就够用了。那么1861年这个物理学家这个麦克斯韦，他就曾经用这种方法，按照我们今天玩 PS 的这个原理来讲呢，就是加色法，对吧？大家都知道，任何物体、任何颜色都可以还原成三个颜色的叠加，对吧？就是红色的光、绿色的光、红色的光、绿色的光、蓝色的光，这三种光按照不同的比例，就相当于你和面粉一样，按照不同的比例，这三种光就可以产生出万万千千的色彩，对吧？虽然牛顿当年呢，把阳光通过三棱镜分解成了七种颜色，但事实上，只要用红光、绿光、蓝光这三种光的叠加，它就可以产生任何一种颜色，只不过比例不一样而已，对吧？比例不一样而已。那么在1861年的时候，就有人按照麦克斯韦的这种原理拍摄了这样的一张彩色的相当于是围巾的照片。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那么显然这种方法是不实用的，对吧？虽然它演示了原理，但是这种方法非常的耗时耗力，对吧？那么不实用，但是毕竟这奠定了彩色摄影的基本原理。然后呢，这是它的原理的一个图解啊，原理的一个图解。那么到了1903年，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20世纪初，这个发明了电影的卢米埃尔兄弟，两个法国人，1903年，那么制作出了或者发明出了一种彩色的胶卷，叫做奥托克罗姆，1907年投放到了市场当中。那么卢米埃尔兄弟所发明的这个胶卷，就是奥托克罗姆，实际上就已经比较实用了，就已经比较实用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奥托，左上角 PPT 的左上角，这就是奥托克罗姆的胶卷拍摄出的彩色的照片。那么奥托克罗姆的胶卷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 PPT 的右下角，右下角的这个小正方块，其实就是在这个胶卷里面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淀粉颗粒，马铃薯的淀粉颗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淀粉，对吧？淀粉的颗粒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就像你们家的面粉一样。那么你把这些小，这个由于淀粉的颗粒非常的微小，把这些小颗粒染上不同的颜色，它基本上是透明的。它为什么是透明的呢？因为它小呀，对吧？你把一块萝卜切得特别薄特别薄，它也是透明的，对吧？就像你吃这个鱼片一样，对吧？你去这个日本的餐厅去吃这个生鱼片，切得特别薄特别薄的话，它其实就是透明的。那么这个淀粉小颗粒如果特别细的话，它也是透明的。那么你把这个淀粉染上不同的颜色，它就相当于不同的滤镜一样，那么它就可以像这个修拉的19世纪的印象派的修拉的点彩画一样，把无数的红色、绿色、蓝色这种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它就会形成一种色彩的效果。当然这个技术原理啊，无所谓，你不了解也没关系。那么这就是1907年，20世纪初的奥托克罗姆拍摄的彩色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淡雅细腻，是吧？这一张也非常的漂亮，你看这个西瓜的绿色的西瓜皮和这个红色的西瓜瓤，实际上色彩还原的非常的准确。这也是奥托克罗姆的彩色照片。那么到了1935年，也就是说到了两战之间，对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太平的经济发展的那个经济危机之后，对吧？1929年到1933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吧？那么等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吧？到了三五过去之后，1933年结束之后，对吧？到了1935年，这两个人，就是柯达的工程师，那么发明了另外一种更加便捷的、这个更加通用的、也更加便宜的、效果也更好的柯达克罗姆胶卷，就这个，1935年。那么换句话说，彩色摄影。或者说比较便捷的、便宜的彩色摄影，最迟1935年也就已经有了，对吧？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商业上使用的，可以
拿过来大规模推广的彩色摄影，追溯到1907年的奥托克罗姆，就是用那个淀粉颗粒做的那个胶卷。再不济一点，退一万步来讲，彩色摄影也可以说是诞生于1935年，对吧？1907年实际上就已经有奥托克罗姆了，那么1935年就已经有柯达克罗姆了。那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彩色摄影在1935年，甚至在1907年的时候就诞生了，为什么彩色摄影的名声、彩色摄影的地位，却一直要等到40年之后，到了1976年以后，彩色摄影才会被艺术界所接受呢？而且给大家说一些细节，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柯达，发明了这种彩色胶卷啊，之后，你说他为什么，投入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去发明这种彩色胶卷吗？这就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个1929年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们高中的历史课本已经告诉过我们，这个经济危机的表现什么呢？经济危机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对吧？就是这个商品滞销啊，卖不出去，对吧？那么柯达公司在那个时候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研发这种彩色胶卷，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其实就是来商品促销的，就是要用这种彩色的胶卷来进行商品促销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这就是柯达克罗姆的彩色胶片的作品。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已经非常的这个细腻，非常的饱和度也挺高，已经极其精确的还原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了。拿这种彩色胶卷去拍广告的话，那一定会比黑白的胶卷要有说服力的多，换句话说，更能够激发大众的消费的欲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这个摄影啊，从它1839年诞生开始，它任何一次技术上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天才出于啊对科研的热爱，或者说出于对这个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去钻研它，几乎任何一次摄影的技术的进步，其实都是商业应用。说白了，大家都是为了赚钱，对吧？在赚钱创业的欲望下，前赴后继的投入到新的摄影技术的研发当中。无论是1851年的湿版摄影，还是后来的立体照片，还是后来的数码相机也好，其实这种技术性的进步都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的考量。那么这种柯达的彩色胶卷，那么1935年其实最开始就是用来
民用的和广告使用的，用于广告界，用于摄影爱好者这个度假、家庭聚会、日常生活到此一游这样的一种用途。那么为什么花这个功夫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就会帮助我们大家理解为什么这个彩色摄影，它这个狗肉不上席，对吧？它这个长时间里面就狗肉不上席，为什么狗肉不上席呢？因为它诞生之初就是用在这个民用领域的，就是老百姓，对吧？过个生日呀，家庭聚会呀，海边这个旅游呀，对吧？到此一游呀，拍来拍去呀，或者说商业广告用的，它从最开始就被用在了这两个领域里面。那么，摄影史上的大师，就是大家熟悉的，你比如说亚当斯，你比如说爱德华·威斯顿，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斯泰肯，其实这些大家印象里面的20世纪上半叶的黑白摄影大师们，他们都曾经尝试过彩色摄影，但是最后尝试了一阵子之后呢，也就没坚持下去，还是以黑白摄影为主，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点。这个彩色技术在1907年其实就有了，你最晚算到1935年，但是它从最开始就用在了民用领域和广告领域，相当于什么？我们中国人特别讲什么？特别讲出身，对吧？特别讲出身。你在古时候你想当个皇上，你就要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对吧？你要名正言顺，你才能当皇上。那么这个胶卷也这样，对吧？你彩色摄影最开始就是服务于这个商业领域的、民用领域的，甚至是电影领域的，对吧？彩色电影。那么，本来从最开始它就没有系出名门，最开始就用在了这些领域，所以这就会形成一种偏见，这就会形成一种偏见。啊，这都是科达克罗姆的这个作品啊，科达克罗姆的作品。那么，大家看，形成了什么偏见呢？形成了这种偏见就是，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艺术圈，还是艺术摄影大师们，他们都觉得这个彩色摄影是不入流的。比如说，20世纪的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摄影大师沃克·埃文斯就说过，彩色摄影是非常粗俗的、低级的。这个亚当斯看到了这个埃格莱斯顿的照片之后，他也说：“啊，你照片拍得不好，你就把画面弄成了红色的，就是埃格莱斯顿的那张红色的房间。”不仅这两个人哦，布列松也是这样说的。布列松也曾经非常粗俗的对埃格莱斯顿说：“彩色就是狗屎，这没有经过加工，大家知道吗？没有经过加工，布列松就说彩色摄影就是狗屎，对吧？埃文斯、亚当斯、布列松，甚至包括罗伯特·弗兰克，对吧？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罗伯特·弗兰克，罗伯特·弗兰克也说过，黑白就是摄影的色彩。换句话说，黑白才是摄影的本体，黑白才是摄影的正宗，对吧？连叛逆的罗伯特·弗兰克都这么说，何况他人呢？对吧？何况他人呢？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视黑白、贬低彩色的传统，对吧？我们刚才讲了，从最开始这个彩色摄影，它就用在了好莱坞电影、商品广告啊，这个民间爱好者拍照的领域。然后呢，这些摄影史上的大师，
本身也对他们有偏见，那么这就会更加加强这个传统，加强这个传统。但是我们怎么看呢？对吧？我们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停一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我们把眼光放在这个艺术史上，我们放回到比摄影发明更早的之前的艺术史上，你也会惊讶的发现，在绘画领域，我们也不要说艺术了，艺术太大了，我们不要扯艺术了，我们就说绘画，在绘画的历史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争论的，就像黑白和彩色的争论一样。比如说，在17世纪的时候，那么就曾经爆发过这个素描和色彩之争，也就是说，对于一幅油画来讲，对于一张西方的油画来讲，那么到底是素描更重要，还是色彩更重要呢？曾经围绕着素描重要还是彩色重要，色彩重要，就爆发过普桑和鲁本斯的两堆粉丝。相当于今天在微博上打架一样，对吧？大家互相的不服气，互相的在那个地方争论，对于绘画来讲，到底是素描重要还是色彩重要？大家在艺术史上，对吧？以前参加过封面的课程的话，大家也会看到这个，也会知道这两个人，对不对？你比如说左边这幅画，就是法国的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最有名的一幅画《阿卡迪亚亦有我在》。那么，这个普桑非常非常崇拜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那么非常崇拜拉斐尔。拉斐尔呢，是文艺复兴时候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大家可能不太记得这些细节了，但没关系，你仅仅凭借你自己的眼睛，你来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左边这幅画，它的人物的造型，它的构图，人物造型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写实，特别特别像古希腊的雕塑一样，对吧？然后呢，整幅画面带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四平八稳的，对吧？四平八稳，非常的优雅，非常的让人觉得你容易凝视到里面去，也就是说，你会非常心平气和的，对吧？去观赏这幅画面，它并不会让你觉得情绪上特别激动，也不会让你觉得画面特别的乱，反而你会觉得它非常有秩序，每一个人的姿势，每一个人的体态，都经过了细心的琢磨和推敲，好像是四个雕塑摆在你面前一样，非常的静穆，非常的高雅，对不对？但是右边这幅画，对吧？是鲁本斯的作品。鲁本斯呢，是荷兰的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的代表大师。你不知道这些也没关系，就仅仅凭借你的眼睛，你也能感受到右边这幅画，对吧？汪洋恣意，这个笔触奔放，色彩绚烂，别的不说，充满动感，对吧？难道你看不出来充满动感吗？对吧？颜色鲜艳吗？这两点你总能看出来吧？是不是啊？这两点总能看出来吧？所以说，那么左边的尼古拉斯·普桑的这幅画，它是以素描来见长的，
那么，而右边这幅画，鲁本斯的这幅画，那么它是以色彩、动感、激情、色彩、动感、激情、情绪夺人眼球来发挥作用的。那么你到底喜欢哪一张呢？对吧？所以说，在17世纪的时候就爆发过这种争论，就爆发过这种素描和色彩，究竟谁更重要？绘画应该是拼了命的去注重素描，还是去注重色彩？而这一股争论，这种绘画史上的争论，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种素描和色彩的争论，延续到了19世纪的时候，它又表现为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大争论。熟悉艺术史的老师都知道，对吧？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吧？在绘画上，在艺术上，那么诞生了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的这个代表人物也是彼此掐架的，彼此看不顺眼的。那么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安格尔，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德拉克洛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一看这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新古典主义啊，什么是学院派？学院派大家就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成那种规规矩矩的受过正统的大学教育的学院派里的那些教授和学生。比如说，你可以把左边的这幅画理解成清华美院或者说中央美院里面的教授的作品。左边这幅画就是清华美院和中央美院的教授的作品。它讲究什么呢？它讲究这种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普桑一样，非常非常赞赏普桑，非常非常赞赏拉斐尔，他们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构图严谨的，这个素描功底非常好的，那么这种典雅静谧高贵这样的一种美学风格，这样的一种美学风格。那么右边这个德拉克洛瓦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看不起清华美院，看不起中央美院那一套教学方法，那一套审美规则的一个画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德拉克洛瓦，就是浪漫主义的绘画大师，他是如何激烈的反对，如何激烈的反对清华美院和中央美院的。你看，他说德拉克洛瓦丝毫不能接受学院派的标准，他讨厌这些学院派的教授张口闭口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在他们的眼里面，那就是这个天下最好的，无法超越的，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都应该以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作为典范。那么德拉克洛瓦就讨厌这一帮老师和学生天天嘴上挂着古希腊古罗马，他也不认为素描模仿古希腊的艺术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浪漫主义的德拉克洛瓦认为，对于一幅绘画来讲，色彩比素描要重要的多，激情比理性要重要的多，想象力要比知识重要的多。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双方的争论的焦点。浪漫主义认为色彩更重要，清华美院认为素描更重要。
那么浪漫主义认为，一个人的内在的情绪和激情更重要。那么，清华美院认为，你这幅画里面的主题所表达出来的理性的内涵，以及你构思这幅画的时候，你对于画面本身的构图处理所透露出来的理性更重要。浪漫主义认为，一个人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重要。而浪漫主义会认为，而这个学院派会认为，知识要更重要。所以你看，这两者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相反的。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大师大卫处处否定清华美院和中央美院的教授的教导，对吧？处处都要跟他造反，处处都要跟他作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知道作对的后果是什么吗？作对的后果是，德拉克洛瓦最后依然也进入到了法国的国家级的权威的绘画圈子里面去。也就是说，德拉克洛瓦看不起中央美院，看不起这个清华美院，但是最后他依然进入到了中国这个绘画的主席委员会的那样的一个职位。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德拉克洛瓦的这种绘画，最后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对吧？大家也最终发现了德拉克洛瓦先生的绘画的艺术价值。可是这并不代表社会上就唾弃了，扔掉了学院派的绘画，反而到最后这两者都是拥有大批的粉丝的，都被大家所接受了。那么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吧？你不要讲摄影里面去争论什么彩色和黑白，对吧？在绘画史上这种争论也多的是，对吧？也多的是。但是艺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对吧？它不像你，比如说你举双杠，或者说你跑步，或者说你做这个仰卧起坐，对吧？好像有最标准的姿势，最科学的姿势，对吧？你跑步的科学的姿势，你举重的最科学的姿势，你打网球，打乒乓球，最科学的这个身体的脚步的移动方法，也许这些东西是有一个确定的唯一的东西的。但是艺术上的趣味，艺术上的感性的丰富性，永远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模型可以确定的，对吧？一个确定的，大家都会认为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非常好的绘画。同样道理，尼古拉斯普桑和鲁本斯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都是艺术史上的17世纪的绘画大师，对吧？并不是说谁一定要好过谁，谁一定是绘画的正宗，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看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扩得更大一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学习摄影，在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总是受到这种，哎呀，我就想找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拜托你就告诉我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
我们为什么老要去，老有这样的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呢？对吧？有这种犯这个轴呢？对吧？在那个地方，怎么说呢？钻牛角尖呢？对吧？我们就情不自禁的就想找到一个，最正确的、最伟大的、最应该的道路或者方案或者说方法，对吧？这其实就再往我们刚才从彩色摄影和黑白摄影谈到了绘画史上的色彩和素描的争论，学院派和浪漫主义的争论。那么我们再拔高一点，对吧？我们再后退一步。其实大家注意到，我们有时候被这种问题所困惑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它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类似于是人性的一种本能。那么为什么说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大家看这一张 PPT 的右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猫，对吧？有这么多的猫，这个白猫、黑猫、波斯猫，对吧？大猫、小猫，什么咖啡猫是吧？我也不养猫，我也不懂。反正我知道，这个猫有很多种，狗也有很多种。那么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人类啊，其实面对世界上这么多的猫，面对这么多的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人类只好在这么多的猫和这么多的狗里面，试图去给它下一个定义，对吧？我们想用一个定义来把握住世界上的多种多样的猫，多种多样的狗。人类必须要这么做，因为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握这个世界，对吧？你就没有办法把握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总是千差万别的，它总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人类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想把握住身边的世界，就必须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对吧？进行抽象，进行提炼。我们家的小孩儿，对吧？现在才1岁，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区分好几种杯子，对吧？你把这种杯子拿到他面前，他也知道这是杯子；你把一个塑料杯子，他也知道那是杯子。人类必须要有一种能力，从千千万万个猫里面抽象出一个猫的普遍的概念。人类必须要有能力从千千万万个杯子里面抽象出一个杯子的概念。那么，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他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就说，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睡觉的床啊，他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床，有哪三种床呢？首先，这个世界上有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床，有铁床，有木头床，有席梦思，对吧？你们家有张床，我们家也有张床。现实生活中的床，就像现实生活当中的猫，它总是不一样的，总是有细微的区别的。但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能够辨认出这些床都是床呢？我们为什么能够辨认出这么多猫全都是猫呢？那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猫的概念，床的概念是神创造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处，我们大家都有关于猫的完美的概念，都有关于床的完美的概念，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
在现实生活当中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灵魂里面都天然的具有一个关于猫、关于床、关于狗的完美的概念。那么画家、艺术家是干嘛的呢？画家和艺术家是根据现实生活当中的猫、狗和床来画画的，来做雕塑的。很显然，在柏拉图眼中，艺术家的地位是很低的，因为艺术家不了解真理，艺术家是照葫芦画瓢，在现实生活当中对着床画床。诶，那么怎么 PPT 没有了呢？啊，又出来了。好，大家没有问题吧？大家没有问题吧？就是刚才我这边 PPT 突然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你们那边没有中断吗？大家那边没有中断吗？啊，有没有中断？我刚才我这边的 PPT 突然消失了一下。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这个艾文啊，谢谢艾文老师。好，那现在又好了又好了又好了。好嘞，好的，我知道了。那么我们接着说啊，就是这个西方的孔子，就是这个柏拉图，他就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灵魂深处啊，都要去，都有这个床的概念、猫的概念啊，这个狗的概念。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柏拉图所说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洞穴隐喻？就是说，大家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大家想象一个情景，大家想象一个情景，大家看这看看这几个人。那么假设你从生下来就被关到一个山洞里面，就被关到一个山洞里面，那么你一辈子，你只能往这个山洞的墙上看。大家看左边左下角，如果你生下来就关到山洞里，你一辈子的眼睛只能往前看，你只能看到山洞的这个墙壁，那么一辈子不准你转头，一辈子不准你转头。那么假设在你的背后有几个人手里面举着一些真实的瓶瓶罐罐，对吧？从你后边走过去，那么你就只能够在墙上看到一些影子。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你来讲，什么是真实呢？你会认为这个影子就是世界上的真实，影子就是最真实的东西。但是柏拉图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东西，你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的影子。你以为你把握住了真实，但是其实你只是看到了真实的物体的影子。啊，为什么给大家绕到柏拉图这里呢？对吧？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吗？这柏拉图不仅在说这样的一个哲学道理，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深处的一个迫切的渴望。什么渴望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把握住真实的唯一的东西，对吧？真实的唯一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我们再反过来说，
在柏拉图看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理念是真实的，概念是最真实的。你可能转不过这个弯，你可能会说，现实生活当中的猫才是真实的呀，对吧？有这个猫那个猫，这些猫才是最真实的。但是柏拉图认为，如果你这个人只满足于公园里面的这么多的猫本身，这说明你这个人呢还没有把握住真理。你可能觉得这些猫就在你面前蹦蹦跳跳，还有比这些猫更真实的吗？柏拉图就会告诉你说有。什么比这些猫更真实呢？柏拉图就会觉得猫的理念更真实，猫的概念最真实。你脑子里面的那个关于猫的那个理念，那个认识是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猫其实要低于你脑子里面的概念，你脑子里面的概念才是最真实的。柏拉图就把那个理念当作是真理啊，西方人长期生活在柏拉图的这种思维方式里面，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就是啊，我们仿佛就要透过现象去追求那个概念，对吧？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要超越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东西，而一定要去抓出一个概念来，抓出一个不变的东西来，对吧？大家想想，我虽然说的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呀，对吧？我们就有这种倾向。比如举个例子，你就想知道艺术的定义，对吧？你就想知道纪实摄影到底是应该黑白还是应该彩色，你说这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你总想找出那个一，艺术的一和摄影的一和纪实摄影的一，对吧？你就想找到那个最确定的东西来。但这种思维方式，对吧？这是我们的一种控制不住的倾向。那么你看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就会导致古希腊的雕塑也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古希腊的雕塑大家可以看到，它既是写实的也是理想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看这个古希腊的雕塑啊，首先你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写实，栩栩如生，非常逼真。但是你再仔细看，它不仅栩栩如生，不仅非常写实，而且是高度理想化的。什么叫做高度理想化？高度理想化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人体，你摆不出这么优美的姿势。那么为什么，对吧？第一印象是写实的，但实际上它是理想化的。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你脑海当中所构想出来的白马王子，或者说白雪公主。世界上有那个白马王子吗？没有。有那个白雪公主吗？没有。你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人，不是有这个缺点就是有那个缺点，不是有这个毛病就是有那个毛病，对吧？但是你就是要追求，你别管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但是你总想找到那个一，那个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原始模型。这是我们的一种思维倾向啊，对吧？我说了这么多是为了告诉大家，这种思维倾向我们非常容易有，对吧？啊，你告诉我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你告诉我如何获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啊，发财的秘诀是什么？你告诉我艺术的标准是什么？啊，这个纪实摄影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我们大家就老想去追求那个一，对吧？
这是大家可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但是通过我们前面的例子，大家就要明白，我们虽然有这种倾向，但是对于艺术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对吧？这是不可取的。那么为什么不可取呢？因为艺术它毕竟是感性的，对不对？艺术作品是作用于什么的呢？艺术作品作用于我们人的感官，它会被你看到，它会被你听到，或者它会被你摸到，对吧？艺术作品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还是音乐，对吧？它是感性的，总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我们的感官本身就是丰富无比的，你怎么去找出一个唯一的感性呢？对吧？就像美食一样，大家想想这个道理。美食，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美食？美食，你当然可以说美味的食物，但是你这么说等于没说，对吧？美食是什么？美食是美味的食物。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美味呢？美味就是好吃的味道。那什么是好吃呢？对吧？你觉得甜好吃，我觉得酸好吃，对吧？你觉得臭豆腐好吃，对吧？我可能觉得辣椒酱好吃，是不是啊？这个感性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多元，你不可能去找到一种构图方式，一种色彩方式，一种什么什么方式，让它成为最正宗的、最根本的。这从最最粗浅的道理上来讲，就是讲不通的，对吧？那么，我们明天呢，会进入到这个三个大师的详细的探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明天会进入到70年代的彩色摄影。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嘛，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彩色摄影在1907年就已经有了这个奥托克罗姆了，对吧？用马铃薯的淀粉染色之后做成的胶卷。那么到了1935年，柯达就已经有了非常这个通用的普及化的柯达克罗姆了。但是我们明天要讲1970年代的这个彩色摄影，难道在这40年里面就没人干过彩色摄影吗？难道在这40多年里面就没有人在彩色摄影上做出一些努力和贡献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就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50-60年代的彩色摄影的探索者。这两个探索者呢，比我们后面三天要讲的三个大师要差一点，对吧？要没有那么明一些，要弱一些。但是这三个，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大师呢，他又比那种彩色摄影爱好者，又比那些商品广告的又要强很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吧？你已经知道了，对吧？30年代就已经彩色胶卷就被应用到了这个好莱坞电影啊，这个摄影爱好者的日常拍摄和商品广告之中。然后到了70年代后半期，开始有彩色摄影进入了艺术殿堂。那么中间阶段也有一些挺有名的人，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人呢，就在中间阶段，你既不能把它看成是，你不能把人家看成是爱好者摄影，你也不能把它看成是商业摄影。但是这两个人呢，确实又比我们
后面要讲的人要名声要差一点，你只能说是先行者，对吧？先行者，比如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恩斯特哈斯。恩斯特哈斯，对吧？在20世纪的摄影师的排行榜里面，也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靠前的。那么，他就非常拥有这种大胆、创新、尝试新事物的精神。他从1951年开始，就用柯达克罗姆1935年发明的柯达克罗姆胶卷进行彩色摄影的探索。到了1953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当时最有名的生活杂志就曾经发表了，给了他24页的篇幅来发表他的关于纽约的彩色照片，纽约的彩色照片。那么恩斯特哈斯是第一个，对吧，在杂志上发表这么多大量彩色照片的摄影师。那么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曾经展出过他的彩色摄影作品，在哪个展览上呢？在1955年的人类大家庭，大家学习过摄影史的老师应该知道吧，对吧？1955年这个斯泰肯举办了一个，在二战结束的10年之后举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类一家亲的大型摄影展。当然这个展览是群展，是从全世界的摄影师的作品里面挑选作品来进行展览。它不是个展，它是一个群展，全世界的一两百个摄影师里面挑出了600-700张照片，做了一个大型无比的非常成功的展览。当然这个展览的照片绝大多数是黑白的，但是呢里面有2张这个恩斯特哈斯的彩色照片。所以说恩斯特哈斯的彩色照片也是非常早的进入到了 MoMA， 就是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一看恩斯特哈斯的作品，来看，这是他的这个关于纽约的一些彩色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恩斯特哈斯呢，他其实他的彩色照片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抽象。他非常善于利用一些这个车窗、玻璃啊，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外立面，来进行一些巧妙的构图和色彩的组织。有时候呢，你第一眼往往看不出他这个照片里面拍了个啥，对吧？你好像要琢磨一会才能把握住他照片里面拍了个什么对象。那么恩斯特哈斯呢，如果艺术史学的比较好的朋友肯定会能够联想起来，1950年代的美国的艺术圈流行的是什么绘画作品啊？有没有人知道？啊？1950年代的美国的主流的绘画是什么？抽象表现主义，对吧？美国1943年到1960年之间绝对主流的精英的现代主义绘画就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那么也就是那个时候呢，美国的纽约的艺术圈流行的推崇的绘画作品本身就是彩色的、抽象的。大家可以在恩特哈斯的摄影作品里面看到这种艺术圈绘画上对他的影响。你如果了解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话，你就能够看出来他作品当中的影子，他作品当中的影子。大家看，就是这样的。他，你看，躲在这个窗户玻璃的后面，对吧？去发现画面当中的这种鲜艳的色彩和
彼此之间的呼应，是吧？而且有了那种抽象、半抽象的效果，还有这种平面化的追求。什么是平面化的追求呢？就是它的画面你猛一看，它这种景深、这种前景、中景、后景之间的这种景深不是特别明显，是吧？显得特别的平面化，这也是跟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呢，大家知道吗？你看一个摄影作品，其实你也要拥有艺术史的背景才可以，你才能够看出来一些东西。大家看，啊，这个画面也非常的平面化，它显然是一个特写，对吧？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尾部，对吧？一个汽车的尾部或头部，经过它的框取，对吧？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块面化的结构。也，你第一眼搭上去之后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纵深感。这一张呢，也就是中间这个。类似于日落黄昏时分，对吧？日落黄昏时分，暖暖的，整体的影调是暖暖的，对吧？通过这根这个路灯杆，对吧？路灯杆把这个画面跟这个门框分成了好几个区域，对吧？那么这个女士的眼光和这个男士的目光的方向，这三个人的目光的方向。都是交叉的，对吧？都是看向了不同的方向。然后呢，这个女士穿了一个类似于这种粉红的或者说桃红的这样的一个羊毛衫一样的东西，对吧？特别的亮眼，跟整体的这个暖色调，对吧？日落时分的暖色调，形成了一个呼应。但是在这个整体的暖色调的这个。整体映衬之下，其实这个建筑物本身的这种青色或者有点发绿色的这种大理石的外贴面啊，又形成了一种反差。你看这个也是这样啊，画面当中主要是这个大面积的像抽象表现主义的色块一样的大面积的蓝色和红色，对吧？大家知道，蓝色和黄色是一对互补色，也就是说，这两种颜色放到一起是最显眼、最显眼、最显眼的，对吧？最让人觉得这个对比鲜明的。而且你猛一看这幅画面，也是非常的平面化，尤其是前半部分，就是从前景到这个围墙，你简直看不出任何的纵深感来，对吧？它就好像是一个广告布一样，对吧？一个广告布一样，非常的平面化。这就是这个抽象表现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绘画的这种构图方式的影响。啊，这一张照片也是1967年恩斯特哈斯的照片。你看这幅画也是，对吧？在1974年的作品，也非常的抽象，对吧？也非常的抽象。也类似于在一个玻璃的后面在拍的这个，或者说用一个慢速的曝光拍的这些国旗，美国的国旗，这就到了1976年了，对吧？这也是恩斯特哈斯的作品，1976年，这也是他的作品。大家想一想，76年呀。76年我们在搞什么呢？76年是什么时候？文革才结束呢，对不对？76年文革才结束，才结束呢，对吧？我记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大概要上到，我记得我当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之间。互相赠送照片留念，起码小学的时候还是送的黑白的，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是送的黑白的照片，
大概初中的时候呢，关系比较好一点的，就送一张彩色的照片，是吧？当然这跟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是有密切关系的。你毕竟彩色照片比较贵嘛，对吧？比较贵嘛，比较少见嘛。那么，而我们明天要讲的威廉·埃格莱斯顿，恰恰是1976年在美国的 MoMA 办了一次埃格莱斯顿的展览，然后名声大噪，彩色摄影进入到了艺术摄影的领域，终于从爱好者和商业摄影领域突破到闯入到彩色是这个艺术摄影的领域，那么大家怎么记得这个节点呢？你就记得，对于西方来讲，对于美国来讲，彩色摄影进入艺术殿堂是什么时候？是我们文革结束的时候，1976年。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恩斯特·哈斯，对吧？再给大家讲一个索尔雷特，对吧？索尔雷特呢，非常的传奇。因为他的彩色作品的探索很早就进行了，但是一直到90年代才，就像那个薇薇安奈尔一样，就像薇薇安奈尔，这大家知道吗？那个保姆摄影师，索尔雷特也有点这个意味啊。他本来拍了很多彩色照片，但是呢被淹没掉了，一直到了90年代。他的彩色的照片被再次发现，被再次肯定啊，然后呢，把他追溯为早期的彩色摄影的先行者、探索者，索尔雷特。他一度被忽视，但他是纽约派的重要人物。纽约派呢，就是一个36年到63年之间的松散的摄影组织，但是他的成员大名鼎鼎。包括罗伯特·弗兰克，对吧？威廉·克莱因，这个穆德和海伦·莱维特。那么，但是到了70年代，这个索尔雷特几乎就从这个圈子里面淡出去了。一直到了93年，他的作品再次走到了大家的这个注意力里面。然后呢，他的彩色早期的彩色作品也得到了艺术圈的肯定，也得到了艺术圈的肯定。那么大家可以看，这就是他的画册，索尔雷特的早期的彩色摄影作品集。大家看，这个人对于色彩的这种敏锐度也非常的具有这个也出类拔萃啊，也出类拔萃。大家看，我们有时候拍照呀，在街头上街拍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用标准镜头，或者是广角，对吧？我们很少通过，我反正我觉得很多扫街的摄影师啊，非常不习惯用这种特写或者近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画面的框取，来进行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截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都特别习惯用一个稍微广一点的28毫米，对吧？33毫米，或者说标准镜头55毫米的镜头去拍。但是你看他在那么早的作品里面就挺大胆的用这种，就是说景别小一点的镜头来进行画面本身的提炼，本身的提炼。在索尔雷特的作品里面呢，往往这个本身的色彩和光线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他的照片里面不仅有色彩，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纯度的这种颜色，而且有大量的阴影，有大量的阴影。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汽车，对吧？汽车本身的反光反到了对面的，这都是在汽车上投下的，就汽车的表面反射的接的对面的东西。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穿着橙色衬衫、蓝色牛仔裤的人，
在这个地方经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索尔雷特拍摄这张照片，说白了就跟布列松一样，他其实肯定是在守株待兔，他先找好了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然后等待着一个穿着橙色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的人路过，走到画面当中恰当的位置，咔嚓一下。而且你再仔细看，这张照片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互的呼应，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呀，可惜这个讲课的软件呢，不能在这个 PPT 上画来画去啊。如果可以画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标注一下，标注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橙色的条，跟这个条是呼应的，而这个条跟这个是呼应的。大家看他的牛仔裤。他的牛仔裤其实迈开的步子是一个 V 型，看到了吗？他迈开的步子是个 V，而在这，你看这个左上角这边有个 VB，对吧？有个 VB，有两个字母，其实也是一对有趣的呼应，也是一对有趣的呼应。而这个蓝色的牛仔裤跟这个左上角的这一抹绿色的，也是一个广告牌吧，也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呼应。所以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的构图非常的精巧，它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守株待兔的，它并不是随手一拍的，是经过精心的框去的。他在晚安几秒钟，这个人就走出去了；早安几秒钟，这个人还没走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就会显得特别空一点，是吧？所以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如果你的拍摄经验很多的话，你能够看出来，你能够反推这个摄影师。在这张作品里面的用心，还有他的框取的取舍，啊，这是这张作品，也是索尔雷特的，有点模糊，可能是透这个窗户拍的另外一辆的大巴车，对吧？整体的色调是冷色的，但是呢，这边是红色的暖调，对吧？这是透过一个窗户，对吧？类似于天气比较寒冷。窗户上接了一些这个小水珠，那么在窗这个窗户本身结了水珠，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气候的气温的寒冷。但是呢，外面有一个黄色的类似于卡车，又站了一个人，对吧？又是一抹暖色，也就是说，本身这个画面的主体基调是冷，正是因为冷。玻璃上才凝结了水珠，而在冷的感觉里面，又透露出朦朦胧胧的一个黄色的暖色调，其实是一个汽车。这样，这也是一种对比啊，也是一种对比。你看，也是非常浓重的阴影，但是一道这个斜光打在了这个穿红色的裙子的女孩的身上，而且她恰恰背着一个。鹅黄色的一个腰包一样的东西，对吧？你看这个箭头也是互相呼应的。打开哦，这个地方右上角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色的手印，红色的手印。那么跟这个小女孩的左肩膀上的这个黄色的又形成了一个呼应，对吧？又形成了一个呼应。也非常的精巧，哎，这张也非常的有名，这张也非常的有名。大家看，也是精心布局，对吧？精心的框取，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巧合、色块、标语之间的呼应。你看，这个黑人的嘴里面叼着的烟，和这个卡车上的这个挡风，不是挡风玻璃啊，这个雨刮，跟这个雨刮之间的呼应。而这个黑人的红色的领带，对吧？跟这个车体以及这个疤，这个红色的小标志的呼应，对吧？然后呢，他的这个本身黑人的这个帽子的形状又卡在了这两个红色的边框之间，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扎实的基本功，非常严格的视觉的观看的。结构对吧？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红色的车灯跟这个黑人的帽子的边缘处的这个红色的什么
也是一个车灯，这是个尾灯啊，这可能是另外一辆车的尾灯，跟这个红色的前面的车灯的两个圆之间的一个呼应，对吧？也是呼应着的。啊，这个太难了，太难了！你在街头上行走，你很难会碰到这样一个严格的、有着浑然天成的呼应结构。你要训练自己的眼睛去找到一个拍摄的角度，然后去框取它，去框取它。哇，这一张也非常的漂亮，对吧？非常的平面化，非常的抽象，后下半部分非常的抽象，对吧？然后呢，一个冷艳的金发美女，对吧？透过类似于不知道是个车窗还是个啥，在看着我们，也非常的严格，它的内在的视觉结构也非常的严格。啊，这是一个剪影，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索尔雷特有非常多的这种框架式的结构，很多都是一些特写。很多都是一些特写，哎，这一张也非常不错，这张也非常不错。虽然主体上是暗色调，但是这个车本身的颜色，还有这个绅士的白色的帽子，颜色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亮眼。你看，这个是下完雪的纽约，对吧？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啊，出现了一个穿着红裙子、打着红雨伞的一个人，不知道是个小姑娘还是个啥，相当于这个万山丛中一点红一样的感觉，也非常的惊艳。总而言之，对吧？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个人嘛，一个恩斯特·哈斯，一个索尔雷特，对吧？这两个人呢是活跃在五六十年代，但是我们这几天的课程呢，本身是集中在那三个大师上。那三个大师呢，其实是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了彩色摄影的领军人物的，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要讲的人，才是新彩色摄影的代表人物。总而言之，对吧？70年代以前，彩色摄影的实践是非常多的，被用在了电影领域、广告领域、民用爱好者领域。没有被纳入艺术的范畴，它是为商业摄影业余爱好者的快照或者通俗的好莱坞电影服务的。那么，一直到60年代的时候，老一辈的大师爱德华·斯泰肯、沃克·埃文斯依然对彩色摄影抱有极大的偏见。彩色摄影诞生了30年，使用了30年了，这个老大师们还是看不起它。那么，其实爱德华·斯泰肯、沃克·伊文斯看不起他也就罢了，尤其让人想不通的是，罗伯特·弗兰克也看不起。这大象这个特别有意思，罗伯特·弗兰克，你本身是什么？你本身就是一个叛逆者呀！罗伯特·弗兰克是新纪实的，可以说是精神之父。新纪实摄影的精神之父，大家知道吧？那么罗伯特·弗兰克，对吧？大家已经很熟悉他了，你天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大家看到罗伯特·弗兰克，他本身是一个瑞士人，他1958年，对吧？开着一辆破车横贯美国，拍下了他对于美国的印象。后来出了一本画册，叫做《美国人》。他这本画册。本身就是对抗谁的？本身就是对抗传统的、经典的马格南的纪实摄影的，对不对？这个罗伯特·弗兰克本身就是一个反骨，本身就是一个叛逆的代表性人物，对吧？他叛逆了传统纪实摄影，就是生活杂志呀、马格南图片社呀，就是马格南图片社、生活杂志的那些。纪实摄影师们的语言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经典纪实摄影的画面处理，罗伯特·弗兰克通通的推翻了，对吧？罗伯特·弗兰克本身就打破了，知道吧？罗伯特·弗兰克的作品啊，
罗伯特·弗兰克的作品本身就违背了传统的、经典的马格南式的纪实摄影的传统。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罗伯特·弗兰克本身，对吧？结果他是个叛逆者，但是他依然是对彩色摄影抱有偏见的，对吧？所以说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就算是大师，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他也要受到他那个时代的主流的这个趣味，或者说艺术理念、审美理念的限制。但罗伯特·弗兰克就是一个非常有典型的例子，他虽然跳出了传统纪实摄影的框架，但是他依然没有跳出对于彩色摄影的偏见。那么还有一些例子，你比如说立体主义，大家知道吗？这个毕加索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当年1908年送去参加展览的时候，谁看不起立体主义呢？野兽派的马蒂斯嘲笑布拉克的小方块，也就是说20世纪的最有名的现代主义绘画的代表立体主义，居然在最初的时候也受到了野兽派的嘲笑。但是问题在于，野兽派当年3年前诞生的时候也不被接受，也不被接受，也被当时的批评家、评论家骂成是野兽。可是当野兽派被接受的时候，他又开始嘲笑立体主义，开始嘲笑立体主义。那么杜尚也是这样，对吧？我先又给大家回到艺术史，大家看右边这幅画，右边这幅画是达达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歇尔·杜尚1912年或者1913年的作品，就是右边这幅画啊。他曾经在法国拿着这张作品去参加这个立体主义的画展，结果被拒绝了，人家不让他参加。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呢？因为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认为这一张下楼梯的裸女不是立体主义风格的，而是未来主义风格的。所以说杜尚其实在那个时候就看透了艺术圈的这一套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总结成了一句话：纵观艺术史和摄影史，往往一个无穷无尽的现象就是，苦命的媳妇儿熬成了婆，熬成了婆，自己又变成了恶婆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叛逆者、先行者，等你翻身做主了呢，你又开始在那个地方搞一些条条框框，对吧？我刚才举的例子你明白吧，对吧？野兽派，对吧？野兽派你当年被别人骂成是野兽，然后呢你嘲笑立体主义，然后你立体主义呢到了1913年你又觉得杜尚的这幅画是未来主义的，你对吧？你又不愿意接受，你又无法接受未来主义的风格。摄影史也是这样，对吧？你罗伯特·弗兰克，对吧？你叛逆了传统的经典纪实摄影，但是你依然看不起彩色摄影，对不对？你看不起彩色摄影，对吧？艺术史和摄影史中就是这样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通过这些艺术史的案例和摄影史的案例，让大家起码知道，对吧？我们今天谈论艺术或者谈论摄影的艺术性，无论是黑白摄影的艺术性还是彩色摄影的艺术性，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大写的唯一的根本的权威和根本的模型啊！你照这个模型来就行了，你照着这个方法拍就行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贡布里希，对吧？
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史的这个教授，他在他的艺术的故事里面开头就说，世界上其实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同样道理，摄影呢，它既是一种技术，对吧？它作为一种技术，本身就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吧？比如说有达盖尔法，有湿版摄影，有胶片摄影，有数码摄影，对吧？有蓝晒法，对吧？有这法那法。摄影作为技术，有很多种方法来实现。那么，而摄影作为照片，或者说作为艺术作品，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被欣赏的对象，它也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的语言，唯一的正确的语法，它也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的形式和唯一的正确的本质，对吧？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艺术归根到底，它是感性的，而我们的感性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对吧？那么，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摄影，都没有任何道理把黑白当成一个本质，当成一个正统，当成一个道统，当成一个政治正确，对吧？政治正确并不是说黑白摄影不好，对吧？你不能说黑白摄影不好，但是你也不能说彩色摄影不好，对吧？这就是一个感性的、多元的、艺术多样性的问题，一个趣味多样性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就是特别执迷于黑白摄影，你就是觉得黑白摄影好，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接触到的彩色摄影的优秀的作品太少了，你的趣味被大量的黑白的优秀的作品所塑造了，以至于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来。但是你要尝试这种转变，尝试一种开放的心态，尝试去换一种感受力，换一种欣赏的角度和模式，去感知彩色摄影的魅力。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非常具体的，彩色摄影的作品和这个代表性人物的分析当中。我们明天会见到更多的、更优秀的彩色摄影作品。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相当于是一个彩色摄影的前传，让大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彩色摄影的探索者，还有恩斯特哈斯和索尔莱特，然后让大家知道，对吧？无论是艺术史还是摄影史，这种黑白与色彩的争论，素描与这个色彩的争论，流派和流派之间的争论是非常常见的，对吧？非常常见的，我们应该跳出这种非此即彼二选一的这种思维模式，对吧？来更加开放、多元、心平气和的，对吧？带着一种扩展自己的感受力、扩展自己的艺术的知性的态度，去多学一学、多看一看，别的作品、别的摄影师的作品、别的彩色的作品，这样呢，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本身的摄影的艺术趣味和眼光的培养，好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拖堂了10分钟，大家这个理解就行了。我经常会拖一会儿的，拖一会儿的。那么如果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在微信群里面呢继续的交流，或者说等我们上完课，对吧？大家更加了解了这三个大师之后呢，随时都可以交流，好吧？那我就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各位老师的收听和捧场，然后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准时线上相见，对吧？
我就结束直播了，我就结束直播了。